各位来宾下午好，欢迎大家出席由 10AM 创意公司创办的跨界人文讲座无界限讲堂。第一季无界限讲堂是和周星驰基金联合合作一起主办的，我们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与热情。现在我们有请 10AM 创意公司创办人林少芬女士上台致辞，请掌声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林少芬，无界限讲堂团队的策划人之一，很高兴今天大家来支持我们这个讲座。也许你们会很好奇，为什么新加坡突然冒出一个这样的讲座？无界限讲堂背后的团队叫做 10AM， 我们是一家创意公司，是个很小的公司，只有20个人。我们从广告到纪录片，从设计到主办活动，近10年来做了不少的尝试。俗话说，这是捞过界，不务正业。那时髦的话呢，就是跨界。这次我们选择以讲堂的形式来传达跨界。在这里，主讲的嘉宾是无界限的，跨越国界和领域，题材也是无界限的，包括文化、设计、美学、电影、科学、教育、音乐、时尚、科技、历史和环保公益等等等。我们非常期待从今天开始的每一场讲演都能拓展多元视野，传达无界限的声音。这些年来，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到过很多的国家，每次回到新加坡的时候，我不禁感叹，还是家里好，什么都方便。新加坡的交通、通讯、工作、娱乐、服务都是世界级的水平，近乎城市化的极致，太过舒服，太过舒适了。然而，正如人感觉到太舒服的时候就想睡觉，容易犯困，我很担心这种完美的城市规划是否也在不知不觉间让新加坡的国民疏于对外在世界的关注和好奇，甚至在心中画下一道不自知的界限呢？也许是我多虑了，可是我坚信，生命本来就应该是一场对未知的探索。一个美好的城市本来就应该是视野开阔、心态开阔的，所以我们提出了 unthink 这个概念。我们无界限讲堂的英文名字叫做 unthink tank， unthink 呢是个创新字，斗胆翻译成回到初心。初心的意思就是像个孩子一样卸下成见、敢想、乱想，让新鲜的观点激活我们的思考，放空再重启。未来一年，我们希望有3到4期的无界限讲堂。我们希望借着这样的一系列的活动，让我们的社会发生一点点，哪怕是如尘埃般的微小改变都好。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和我们携手合作的周星驰基金，我要感谢曹荣、Lin 和他的团队。再来要感谢的就是赞助我们的 Bread Talk 面包物语，特别要感谢郭明忠先生，还有要感谢曾国和先生，感谢大众书局和 WP Productions， 还有我们的好朋友景坤和策群，也要感谢君伟、丹峰，还有廷辉，还有许多的媒体朋友，真的是替我们做了很多免费的宣传，更要感谢默默鼓励我们、支持我们的好朋友和伙伴。当然，最重要的要感谢在座的每一位，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的无界限讲堂，真的衷心谢谢大家，谢谢。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司仪杨君伟。今天的讲堂将会以华语进行，在演讲结束之后我们会有一场交流会。 At the end of the talk, we will also have a Q&A session as well as a chance to interact with our speaker. We will have translation being conducted then. 待会儿我们还有一位好朋友会以英语为整个演讲做简短的总结，同时他也会为我们主持交流会，在现场进行中英翻译。我们非常荣幸请到宇通翻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新加坡翻译协会会长陈丹峰先生。丹峰。接下来让我来介绍陈丹青先生，我们非常亲昵地叫他丹青老师。这是一份高难度工作，压力非常的大，让我昨天晚上呢整晚都睡不着，因为实在是难以以三言两语来形容陈丹青。不过还好有彭文淳导演，他现在正在长进，他在私下给我们讲故事，说陈丹青也说木心，他给我们看书看画作。我们还有少芬给我们建议，每天晚上临睡之前呢应该上网看陈丹青的视频，听他的讲座，在黑夜里由他的声音陪着我们。结果后来我就更睡不着了。无界限讲堂的邀请函里面我们这么写着，丹青老师他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人物之一，他也是重量级的画家和写作家。那么我们就先从这个角度开始来说他吧。我们从媒体里头认识的陈丹青，他手里叼着根香烟，嘴里骂着脏话，所以呢很多人就会猜想了，这个人感觉上像个流氓，一定很难搞。那昨天我们跟他相处了大半天，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如果你有机会去拜读他的多本著作，而又有幸可以跟他近距离接触的话，你肯定会对他的印象改观。画家也好，各种的名衔都好，丹青老师他其实是个非常年轻、调皮、好玩也好玩的人，他是矛盾综合体，孤傲、严肃、入世、浪漫、典雅、热血、幽默、重感情，这些词汇都可以应用在他的身上。作为一个美术家，丹青老师他原本是可以每天都宅在自己的画室里头的，自成一头，在闲暇的时候再偶尔施展一下他的文笔，写写杂文，他也大可以走中庸路线，完全不需要抛头露面的。但是他却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在他刚出版的最新作品《无知的游历》里头，叶楠在序里头写了这么一段话，他说陈丹青是那种能给人许多想象空间，不断制造惊喜的作者，他在美术领域之外的言说和书写并不以专业知识见长，却言之有物，不仅令人有所思，更能够引人入胜。这除了是驾驭语言文字的非凡能力之外，自然还要归于见地。那可是我们知道议论既多，谤议相随，丹青老师他肯定懂得这些智慧的，但是他继续让自己不识时务，还讲了很多不中听的真话。他敢言真言，呛教育体制，呛社会假象，让自己被形容成为一个异类，同时他也开始收获冷箭和嘘声，但其实这当中更多的是鲜花和掌声。他一定也知道凭一个人的笔锋口舌绝对无力改变大环境的，但是他还是愿意口无遮拦，不依不饶。从画画人到写作者，又是一位真知灼见的观察者，丹青老师他越发多元的身份也回应了大家的诉求，那就是当多数人深陷酱缸时，陈丹青先生他始终清澈。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陈丹青老师。我记得鲁迅不断地提醒着我们，愿青年们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各位来宾，
无界限讲堂第一场演讲《母语与母国》2014年3月16日正式开讲，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陈丹青先生。大家好，我每次进场以前听到别人在介绍，总是不知道他在说谁。我第一次来到新加坡，飞机飞过来的时候啊，我就往下看，我想大概会遇到好几架搜救的飞机。那个海面非常细腻，那种波浪像皮肤一样，然后一小朵一小朵云降落以后呢，非常快，我就发现这是太好看的一个岛和城市。昨天知道那架飞机好像没有掉到海里去，好像那就说大部分人都活着，至少，其中有一位呢是还在中国油画院，我曾经接触过他，他这次混在那个画家堆里，跑到马来西亚是吧？去办展览，那个展览的名称叫《中国梦丹青颂》，所以出了这个事情，我的亲戚都给我打电话，所以我就一个一个回答他们。那现在发现这哥们儿可能没死，那些画家都活着，他们可能圈在一个什么地方，可能在那儿画写生，可能，我希望是这样，我其实不会当场讲演，那胡扯扯10分钟再往下讲，我就会很为难，所以每次讲演我都会要求那个讲演方说你们想让我讲什么啊，给我一些题目，然后我看看我能不能说。那么彭导就给我说到了新加坡华人的华语状况，说大家对华语的教育、华语的前途，有各种担忧啊。那么我的无知和轻率就来了啊，我想好啊，这个我也在海外待过啊，我也说华语，这个跟母国总是有种种纠缠的关系，就很轻率地想了这个题目叫母语和母国。我一直到这两天才被警告你踩了一个雷区啊，非常要慎重对待，要不然你会伤人也伤你自己啊。所以我此前呢变成个老油子了，随便讲什么都无所谓，这回来的有点紧张，而且新加坡是一个让人紧张的地方，我刚才看视频好紧张，他开18大的样子，前面一道又一道那个介绍啊什么这些，但这也是新加坡的好啊，跟日本有点像，什么事情都如临大敌，这个结果来了个傻逼，就是这个不知轻重，要来谈什么母语和母国。所以我昨天和前天呢，差不多没出去走，就宅在那个房间里面，就写这个发言稿，这个但也不知道话能不能说圆，昨天参观了，前天吧，孙中山的那个小房子，他在那儿谋反了，当年想在这儿谋反，这现在的说法叫颠覆国家罪，他跟一帮老华侨，都长得很有样子，这个在那儿想要谋反，我看了很有兴趣。我是台山人，广东台山人，我的父亲这次也跟我一起来，我们都没有来过新加坡，我们都非常服气，没话说，早就听说新加坡多么干净多么现代化，眼见为实。我走了那么几圈，好像找不到一个地方让我觉得这个城市没弄好，这里不对，没有，因为我来自非常丑陋的，疯狂的一个城市，就是北京啊。这个，我又生在一个曾经非常被赞美的，但现在也在我看来非常丑陋的一个城市，就是上海，啊。所以我每次到日本，我很沮丧，我想什么时候中国也有个城市能够跟日本的城市能够。就咱一样牛逼，就是这个可以跟你比，我想来想去想不出啊，因为东京要跟上海比其实很土的一个地方，从前东京人还要飞到上海才能看好莱坞电影，在大战以前，
啊，可是诸位一定知道东京，也去过东京，哎，可是现在在新加坡，我发现中国终于有一个城市，就是看到日本人的城市，我们不屌的，哎，我们也很好啊，还比你大，哎，可是我父亲告诉我，我们老家的人啊，在半个多世纪前或者更早，到南洋来啊，最好的华侨是到美国去，到金山。可是比较穷的广东人，他会跑到南洋，可能其中包括新加坡。村里有一个人到了新加坡，回去以后穿的衣服跟他走的时候一样，他老婆气死了，就在门口打他，哎，你怎么混成这个样子？所以南洋华侨是非常苦的啊！我相信在座肯定有祖上是很早就过来的，天翻地覆。我相信这二战以来，然后65年以来，然后70年代以来，我相信在座很多跟我同辈的人啊，一定目击了这个国家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接下来我就试着谈我这个不知轻重的题目，母语和母国。我知道母语问题就是语言问题，语言问题直接就是政治问题，在所有国家，在所有历史阶段，语言问题从来不会超越政治。我当初想到这个题目有一个很大的误会，就是我把我想成一个海外华人，也就是说把我要到新加坡见到的听众也想成海外华人。就我很谢谢这两天朋友警告我，这里是新加坡华人，不是海外华侨，这是非常不一样的概念啊。所以我先退回我自己的身份，就我在大陆被称为海归啊，我们所有在国外的华人群体都被称为海外华侨。大家知道大陆还有个侨办，我们都是侨办的工作对象啊。这个所有海外华侨说母语或者不说母语，然后用母语批评母国或者赞美母国，都会牵涉到剧烈的感情问题、情绪问题，有时候会打起来啊。我不知道在这儿怎么样，我是1982年出国的啊，然后整个过程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然后迅速崛起啊，这么一个过程。所以80年代、90年代、新世纪，海外华人的情况变化非常大。我刚去的时候，差不多很少很少大陆人，主要是广东人，其次是台湾人啊。可是今天完全不一样了啊，大家去过纽约就知道啊，纽约的华人社区再也不是从前的广东台山社区啊，各种省份的人都有。大家知道法轮功要是在大街上示威啊，然后骂中国，就东北的大汉、女大汉上去就打，哎，暴打，警察都扯不住啊。这是今天中国的情况。可是换在30年前啊，这个我知道，这个在唐人街庆祝春节的时候，舞龙灯、舞狮子，舞到中共开办的店里面啊，会用狮子那个头伸进去，然后说打倒中共，打倒中共，就这样子。就30年来，中国大陆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海外华侨的变化。哎呀，但此下我要非常审慎的区分，这个海外华侨不包括新加坡华人。哎，我来试试看这个。说下去会不会说走嘴？哎，这个因为大陆是个不能随便说话的地方，大家知道，哎，这个而且管得非常紧，越管越紧，所以这儿不知道能不能稍微随便一点啊。如果不能稍微随便，大家当场告诉我，呀，我赶紧打掉几个牙齿，哎，反正讲完以后我再装回去，哎。我刚才说了，所有语言问题都政治问题。最著名的文学作品就都德的那个《最后一刻》，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大家也都知道，这个英国人在所有殖民地推行的英语教育，德国人在占领区推行的德语教育啊，绝对是政治问题。然后像早期东正教的俄国和希腊语的关系，然后西班牙和整个南美国家的语言关系，也都是政治关系。那中国呢就早一点了，中国的语言政治开始的可能是全世界最早的，也就是2000多年前秦始皇的这个车同轨、书同文啊，一直到五四运动、白话文运动啊，乃至今天中国在蒙藏、新疆推行汉语教育，全都是政治运动，全都是政治，100%的政治运动。
那么我起先并不知道这些啊，我生在大陆啊，我只会说国语啊，我的第一语言实际上是上海话。那么之后江湖上混啊，会说几个省的方言啊，但是直到出国前，我没有母语的问题，也没有母国的问题啊。这个一出去，我就发现这个我讲的这个话啊，在不同区域的华人圈上演不同的剧情啊。那么在我身上的剧情就是母语和母国的不断的错位。那么我刚到旧金山，我就见到了我一堆从来没有见过的亲戚，很糟糕，几天内不能跟他们交流，他们全都说台山话和英文，他们生在那里，可我只会说国语，刚刚学了几句英语900句啊，什么饭店在哪里啊，这个街的 corner 这转弯就是什么，我根本用不上啊，我无法告诉他们这几十年我在大陆我的家庭经历了什么啊，他们也无法让我懂就是他们在外面经历了什么。结果来了一个救星，就是我的一个表舅妈是缅甸的华侨啊，后来到了这个美国，她小时候曾经拿着花去欢迎过周恩来总理，她能说国语啊，这情况倒有点像新加坡的华人说的就是普通话啊，这他成了我的救星。那几天我黏着他跟在后面，就所有要讲话的场合他替我翻译啊，就是中国人替中国人翻译。那么结果一个礼拜玩完，他要送我去纽约了，我就觉得我的语言靠山没有了啊，这个很慌。到了飞机场啊，就1982年，大家想想看，中国还土得要死，完全是第三国家，我的蓬头垢面，穿了个自己做的牛仔裤，就是个纯傻逼，就是这个，就排在队伍里头。就我的表舅妈知道我开始慌了，就在人群里头找，一找找到一对台湾夫妇，哎呦，这个好像这个救星来了，又是国语啊，所以一路上我们就谈到纽约5个钟头，哎、啊，但是这么一交谈，我发现语言错位又来了，就他们说的是国语，我说的是普通话，我觉得非常好奇啊，怎么叫国语？啊，然后国剧、国术、国医啊，这个国画，都是民国时代的语言啊。那么到了纽约以后，我当然只有少数的大陆来的朋友，所以此外的交际还是现在台湾人里面。理由也很简单，就能说国语啊。可是说的越多，发现这个国语的错位多啊。有一次我在饭店里面见到一个很壮的一个姑娘给我们端菜，我就说您是从哪儿来，她就背过身去对着我说自由中国啊，这是80年代初很多台湾人会对大陆去的人说的话，然后口头语就是你们大陆，你们中共，然后我们的口头语是你们台湾啊。跟台湾朋友初次见面，我们嘴里忍不住会说解放后怎么样，他们会纠正我们说这个是沦陷后怎么样、哎、然后我说北京怎么样，他说 no 对不起陈先生，我们只说北平不说北京啊。然后我的祖父是国民党军官啊，黄埔77的学生啊。那么我说他在淮海战役被俘了，他不对，那个是徐蚌会战啊。然后直到我祖父有一天回到大陆定居啊，我父亲带着他去参观黄埔军校啊，参观黄花岗72烈士墓园啊，然后提到旁边的广州烈士纪念馆，我爷爷大怒，什么广州起义，那是广州暴动啊。那个时候爷爷很年轻，在广州当宪兵啊，张太雷先生大家不知道听说过没有，共产党早期的一个暴徒，20几岁30来岁，哎，居然要在广州暴动，当然就死了，死了以后现在有个广州烈士纪念馆啊。所以光是所谓普通话啊，两张脸明明都是中国脸，那在一起这个语言上不断的错位啊。所以这个我有一位作家的朋友叫阿成，他有过一个非常精辟的一个朴素的一个结论，他说大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华民国，香港是清朝，啊，非常准确啊。你可以想想看啊，香港真的没有被国民党统治过
目前回归国家了，我不想说它被共产党控制统治啊，但是好像弄了50年的支票好像不会变啊，但至少在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香港真的是清朝，有证据的啊。这个一直到70年代，我听说香港九龙的街区的告示头一句话叫尔等臣民啊，尔等臣民啊，还是一个朝廷的口气。现在如果大家看香港电影《无间道》，大家看过没有啊？《无间道》两张很英俊的脸啊，一个是刘德华，一个是梁朝伟啊，我还当差啊，当差这句话是清朝话啊，不是民国话，更不是共和国话啊。共和国说我是人民警察，哎，这个民国话怎么说我不知道啊，是老子警察局的或怎么样，哎，就不会说我是当差的，哎，我还当差，一直到90年代到新世纪还在讲我还当差啊。台湾呢是另外一套说法啊，本党同志怎么样，三民主义怎么样，哎，然后我们要装进自强，哎，大家只要熟悉台湾的语言，哎，就可以知道它一系列语言是延续到败走台湾以后的啊，民国语言。大陆呢就更不用说了，大陆这共产党是个语言党，它非常会创造语言啊。50年代我小时候啊，百货公司上面巨大的标语叫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啊，就大陆来的我这一辈的人应该知道。那到60年代呢，就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啊。70年代呢是造反有理，哎，80年代呢是摸着石头过河，90年代呢就变成三个代表啊，到了新世纪呢就是八荣八耻啊，现在变成中国梦啊啊，然后中国梦了，丹青送了，就弄得我这个一天到晚要接那个，哎，这个就大陆，嗯，所以语言啊，它变成一个人群互相辨识啊、互相认同的，也不可替代的，这么一个符号啊。咱们大陆出去的80年代啊，散在各国的人还很少。我就听一个英国留学的朋友说，有一次他看完电影，忽然一个女孩就冲过来说：“你们是北京来的？”那是他嚎啕大哭啊！他大概太久没有说过北京话了。我自己在纽约，1983年、84年，啊，那会儿大陆去的人还很有限。有一次我和我的表兄下了地铁往回走，我就发现影子，就有一个人一直远远地跟着我们啊，在听我们说话。我就索性回头就跟他聊，他说你们上海来的，我说是上海来的。哎呦，他说我20年没有听到上海话了。我说为什么？他自己承认了，他说他是1972年中共最早到联合国的时候，他叛逃的一个人，跳船啊，他当时年纪不大，然后隐名埋姓啊，但是毕竟忍不住思乡，就半夜里听到两个人在街头说上海话，他就会跟着我们。所以其实这是方言认同，还不是母语认同。啊，我相信那个英国伦敦的北京女孩，如果听到云南话，她不会嚎啕大哭，啊，那个上海的一个叛逃者，她也不会听到，比方贵州话或者是这个宁夏话，哎，她会跟着我们走，应该不会，啊，所以在大陆、港台、海外上百年来形成三套话语，啊，这三套话语彼此很难沟通，有时候甚至听不懂。那自古以来，中国是一个宗法文化、宗族文化，认同乡、认同姓、认同宗，但未必认母语、认国家。国家这个概念只有100多年到中国，就洋人弄出来的啊。法国、英国最早创立这个现代国家，所以有了国家这个词啊，还有这个概念，此后就跟上来了，什么爱国主义啊，什么之类啊，叛国啊，哎。敌国啊，友国啊，种种这些言论就出来了。可是你到东晋啊，你去问陶渊明，他不会说我是个中国人啊，他会说我是东晋人啊。他的这个《桃花源记》就说：“不知有秦，遑论有汉，是吧？”哎，这个你去问苏东坡，他会说我是北宋人，他不会说我是中国人。
你去问董其昌，他会说我是这个哪一代皇帝的一个明朝人，我忘了他那一代的皇帝叫什么名字呀。然后他的画那个时候不叫中国画啊，也甚至不叫水墨画啊。所以中国这个概念，国家这个概念，在中国是很短的时期啊。母语、母国，这都是外来的翻译。所以阿成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中华民国台湾啊、清朝香港，这还可以延伸的，延伸到越南华人啊、缅甸华人、马来西亚华人、印度尼西亚华人，都没有经历过民国统治，更没有经历过共和国统治啊。那里的人说广东话、闽南话啊，或者更细分啊，大致是清朝语言啊，是传统的母语。问题来了，这两天我开始受教育，就是新加坡一地的华人华语讲的是普通话，写的是简体字，完全是共和国版本啊。这样的历史原因我差不多这两天才刚刚知道啊，所以非常无知。我想贵国的李光耀啊，听说会六种语言啊，会六种语言。我听说他到台湾跟蒋经国一块儿到农村去啊，他忽然直接就用闽南语跟台湾农民沟通，这个小蒋看在旁边就不舒服，这原来他可以直接跟我的民众沟通，可是我无法跟本岛人沟通啊。我相信他的思路以后会改变。可是同样是这位李总统跑到中国，我听说他在杨澜那儿啊，杨澜这个能够说点英文，哎，就跟他英文谈了一阵，他说 no， 我今天要说普通话，用中国话跟观众交流，呀，这不得了，底下人服，这家伙会说中国话，哎，虽然说得很好，啊，然后他在西方人面前可以用英文流利的英文，我不知道他是哪个大学毕业，也许牛津，啊，他可以跟人辩论，跟人交谈，所以他是位语言的政治家，啊。我据说他启动了当时的华语运动，也据说他持久的在抑制华语教育，啊，我不知道在座对李总统的意见，但我想要说一个更大的历史，更大的一个政治背景，啊，是什么呢？就是我读过一本书，也在其他一些书里得到印证，就是来探讨整个亚洲地区落后国家为什么会在这200年、100年经历这么剧烈的文化动荡和政治动荡？啊，原因一切的一切，差不多要追溯到启蒙运动以后，17、18世纪，英国、法国建立了现代的共和国，建立了现代的国家概念。啊，那这是非常粗略的一个介绍。然后现代国家起来以后，所谓同文同种变成一个共同体啊，很多小公国、很多封建主、很多小皇帝全部变成一个共同体，便于调动，便于这个抵御外敌，也便于侵略这个外国啊，变成一个空前强大的一个联合体啊，叫做国家，现代国家啊。那最早受这件事情刺激的还是欧洲国家，就我们知道的德国。德国是在欧洲后起的国家啊，它受到这个刺激的时候还是上百个小公国啊，是个普鲁士地区啊，农业国家啊，相比法国、英国是很落后在当时。那么它必须急起直追，可是急起直追立刻遇到两个问题，就是我要是把你的新观念啊、新的结构学过来，我本国的文化怎么办？我的民族记忆怎么办？啊，所以最早是德国人提出了文明和文化这两个概念。啊，浪漫主义运动也是德国人弄起来。大家如果去听华格纳的音乐剧，大部分都是德国古代的神话。啊，那么用我们中国话来概括，就是德国人在这个现代化国家的催逼之下，开始了一个我们中国人叫做整理国故这么一个运动，啊，从此不得安宁的是什么？就是所有后进国家想要转型变成先进国家，就在这个两难当中，啊，非常屈辱，非常痛苦，必须做出选择，啊，你如果想保全自己的
文化、语言、传统、习俗，你很可能亡国。你如果学先进国家的器物、观念、思想、技术种种，你第一步有可能丧失自己的语言，一步一步丧失自己的记忆和传统，这是一个两个很难调和的事情，很难调和的事情。所以这就是德国当时对法国的回应。但是这股风慢慢吹到斯拉夫地区，啊，斯拉夫地区也是一些小国，北面、西、东面有一个庞大的帝国，就是俄罗斯帝国。所以俄罗斯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虽然有过彼得大帝的西化运动，但是被一个共和国的概念冲击，啊，也就是自由、平等、博爱种种这些新的观念冲击以后，俄罗斯也发生了跟德国一样的运动。什么运动呢？就是到底保持自尊啊，我俄罗斯人最好、最优秀，我的俄罗斯文化最美，还是我要西化，我要跟你走？托尔斯泰那代人、车尔尼雪夫斯基那代人、别林斯基，哎，还有更早的果戈里，这些都经历过这个挣扎啊。所以在俄罗斯的艺术家，当然这个无疑还有更多的政治家，都有偏西方的和偏东正教的这俄罗斯传统的这么两种意见、两股势力。我最近的新书《无知的游历》里头长篇大论就是谈俄罗斯的印象，我举出了六个例子啊，那都是非常伟大的艺术家。作家是托尔斯泰和多斯托耶夫斯基的对应，音乐家是柴可夫斯基和莫索尔斯基的对应，画家是列宾和苏里科夫的对应。那么前者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列宾代表相对西化的一个经验，而后者多斯托耶夫斯基啊，然后莫索尔斯基还有苏里科夫，相对代表俄罗斯本土的，虽然他们用的语言全部是西方来的，全部是这个法国、德国过去的啊，但是他们的主题、他们的情绪、他们的精神性偏向东正教的旧俄啊，俄罗斯啊。然后这样一种自卑的、纠结的啊，然后又必须选择的情况，到了十九世纪中期开始从欧洲大陆、从俄罗斯转到亚洲，转到亚洲就出现三个大国的纠结的情况，一个是印度，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日本。然后这三个国家对西化的态度啊，西化的步骤，尤其是西化的剧情非常不一样，但是都经历共同的痛苦、自卑啊，艰难的挣扎，就是我们到底要全盘西化，还是要保留我们的文化。我想这种纠葛应该比欧洲人、比俄罗斯人更尖锐啊，因为亚洲文化、东亚文化跟西欧文化差异太大了，而中国和印度又是那么古老的国家啊。那么此后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啊，就是在清末，从朝廷一直到世子啊，一直到百姓，就对西洋人的这个怨恨啊、恐惧，然后慢慢了解、慢慢想要学习这么一个过程啊，流了很多血啊，这个做了很多噩梦。但是这一百多年来，我们最后的选择还是要西化、要强国啊，不然你就要被人灭掉，至少总是受欺负。在日本这条路更会引发很多尖锐的政变啊，这个非常尖锐的冲突啊，有政变，有谋杀啊。那个我所看过的这个一个美国人是艾克尔写的这本书，例举了一大堆名字，就把每个国家的文化守成主义者和反现代化、反西方的这个伟大人物做了一个排列啊。在印度是泰戈尔和甘地啊，在中国是梁启超、梁漱溟、张君迈啊，在日本有一堆名字我现在无法复述啊。他举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这些人早年受的全是西方教育，甚至直接在西方的大学毕业啊，甘地啊、泰戈尔都是这样。可是在青年和中年时期，忽然由于某种原因，一种内在的自尊让他回到一个文化保守主义啊，对西方的西化的过程
啊，这个激烈的抨击啊，希望唤起民众对本国文化的这个注意啊。那么这是一个庞大的一个历史叙述，我只能非常粗略的介绍到这个样子啊。那么我想略微知道中国近代史的都会知道，我们最后在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之后，那么腐朽的朝廷啊，最后还是不得不屈服，采取开放政策啊，西化政策。那么这个政策的第一步就是派留学生，而留学生的第一步就是学外语啊。所以强国西化现代化项目非常多，100多年过去了啊，几代人的奋斗。从硬件上来说啊，目前可见的器物上的指标啊，机器的机和物质的物啊，中国全部达到了，全部达到了啊。可是在文化层面，对不起，很难改变，要从文化深处现代化啊，第一指标恐怕还是语言，因为语言影响思维，思维会渐渐改变现实。英语可能是实现现代化和西化最有效的、最普遍的语言啊，香港是一个例子啊，是一个例子，它直接就是殖民地啊。但是我现在才知道，它跟新加坡比啊，它的英语的普及程度似乎还没有新加坡彻底啊。印度又是另外一个例子，我无能回答啊，但很多印度人都会说英语，受英语教育，为什么还是脏乱差？印度不会出现一个新加坡，这是我无法回答的问题，啊，我只能说中国人太聪明了，啊，而且中国人的制度早熟，什么意思呢？早熟的鼓励就是古代的例子，就是我总要说到秦始皇，啊，车同文，啊，这个，这车同轨，书同文，那是全世界最早的语言统一的先例，啊。语言统一直接影响到中国建立全世界最早的文官制度，全世界最早的科举取士制度，啊，英国后来的科考其实受益于中国的启示啊，虽然他们到中国来的时候已经明朝啊，可是英国、欧洲大陆语言不统一，语言统一不统一各有利弊啊，另说，贵国这位李总统。我觉得他是一个语言政治家，啊，我想他可能想在小国家、小族群首先高效的西化和现代化，语言一定是第一步。所以在这里，马来语是母语，英语成为实际上的国语，差不多，啊，华语成为辅助语言，对外方便跟中国做生意，对内可以成全族群认同、族群和谐。也许是，我非常希望大家反驳我啊，给我指教。族群的母语不影响所谓国家的语言，族群的落后暂时也不影响国家的现代化啊，它有它的算盘。所以我发现，在全世界各国的华侨，没有一国像新加坡华人这样能掌握双语啊。美国70-80%以上的华侨，大家应该清楚，一辈子不会说英文啊，为这个不会说英文而苦，各种法律纠纷、各种歧视事件啊，各种日常生活啊，包括代与代之间的情感，因为语言问题、母语和外语的问题，很多悲剧，很多悲剧啊。我曾经被联合早报还是哪个报邀请来过新加坡，3-4年前的事情啊，他说你过来，你这儿有读者。我非常惊讶，但是我很粗暴的就回答他，我说我不喜欢李光耀，我也不喜欢新加坡太干净了，哎呀，我就没有来。现在我想想，我真是一个狼羔子，哎，就非常无知和粗暴，哎，这个我为什么不喜欢李？当时我这么说，因为我在纽约看到他的一个崛起时候，80年代，有很多报道。我一方面觉得他是对的，另一方面我又很纠葛，因为我讨厌权威主义啊，我讨厌儒家的道德统治啊，
我生长在毛的时代，毛试图用道德统治，极端的道德统治。我看到这种统治啊，这种威权主义，这种儒家道德统治，荒谬到什么地步啊？付出多大的代价？所以我看到任何人想用权威主义，想用这个变类型的儒家道德统治，我都会反感。所以我刚才说的话，并没有资格，也没有意图为这里的语言政策辩护。啊，诸位生活在这个语言场域中啊，你们的痛感啊，你们的意见跟我是不一样的，跟我是不一样的。哎，我需要诸位的指教啊，因为母语讲还是不讲啊，讲多少，讲到什么程度，它永远牵扯到两个问题啊，一个就是自尊心，一个就是安全感啊。例子几乎举不光啊，我们在语言问题上是非常容易受伤的啊，对外容易受伤，对内也容易受伤啊。我的女儿是在美国长大的，她到现在不会读中文，也不会写中文，她会说啊，词语有限啊，她从来没有读过我一本书啊。可是我在大陆有很多年轻的读者，比她还要年轻，我自己的亲女儿从来没有读过我的书啊。那么此外，大家一定听说过太多华语家庭啊，我指的还是华侨啊，这里的情况请你们告诉我啊，就是我所见过的在欧洲的温州人，在美国的福建人、广东人，很多很多悲剧就来自家庭两代之间这种语言上的无法沟通啊。那对外那事情就更多了，你开个罚单，来张传票，你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亲眼在入海关的时候见过很多台山的乡亲大嫂老太太，站在海关官员面前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必须临时请人帮忙才能过关，给双方都造成困扰。此外就是安全感啊，这个语言的安全感推至极端，那世界史上有很多例子，他要征服你，第一件事情先灭你的语言啊，人杀不光啊，他可以灭你的语言啊，夸大一点讲的话。可是昨天这里的客人问我啊，像目前此地实行的这种双语教育，弄得英文也没那么好，汉语也一般般啊，对我就问我是什么意见。我想其实很简单，其实很简单，那是统治术里就最聪明的统治术，就是愚民教育，让你大约知道一点，哎，但是又不是知道得很深，哎。你看这动到你们这根筋了啊，这个，哎，中国从先秦开始，孔孟开始就知道愚民教育啊，可以使知之还是不可以为之，这句话怎么讲我忘记了啊，我完全不懂国学，但是我知道孔孟这帮家伙很早很早贼聪明，就知道这人民你怎么统治的，哎，怎么耍他，哎，而他还不知道，哎。可是愚民统治的最高境界，以我所知，是1949年到今天，啊，为什么是最高境界呢？就人民差不多已经不知道他们被愚民，啊，他不在乎被愚民，最后啊，简直是出神入化，就是民开始自愚，自己愚自己。今天大陆的太多现象，一句话就是民自愚，啊，那么国外的中国话怎么办呢？除了新加坡啊，我现在一讲到新加坡我就紧张，哎，这个除了国外，除了新加坡，在国外，不在国内，我要告诉大家，我很诚实的告诉大家，中文教育、中文水准也是江河日下，江河日下。大家可能知道，我10年前提出了清华的辞职。我完全气疯掉了啊！因为我4年招不到一个研究生，英语差一分不可以，政治考试差一分不可以，所以我对两科考试，就是政治统一考试和英语统一考试，我深恶痛绝。我最后的决定就老子走了，我不干了啊！因为我发现我的所有考生，所谓研究生、博士生考生，一篇文章写不下来，一张字条写不清楚啊！我回国这么多年，至少在30所大学有过讲演呀，
所有的提问，所有的错别字，所有的笔误，所有的这个文句不通，几乎是一样的。无论是清华北大还是地方上完全无名的大学，一模一样啊。所以我受不了这个中文的这个没落的这个状况啊。而我说的这个状况并不仅仅是在年轻人这里，还在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大学老师和大学教授，甚至著名的作家那里。大家可能听说过，有一位德国的所谓汉学家叫顾彬，前些年扔了一颗炸弹啊，把所有中国作家都伤了心。就说中国当代写作、中国当代文学致命伤是语言不好，这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你可以说俄罗斯作家哪篇写的不好，哪个人是个二流，但你如果批评说俄罗斯作家或者法国作家，说他语言不好，这断你命根子。你作家语言只有好，这个这样好，这个那样更好，没有什么全体是语言不好，这很剧烈的一个批评啊，致命的一个批评。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因为中国的当代作家从80年代到现在，很少或者几乎没有一个人通双语啊，具备两种以上的语言，这样他对世界的一个参考啊，他的思维啊，他的一个知识结构，他的一个文化眼光不可能好到哪里去啊，不可能好到哪里。那么他就举了民国的例子，他民国鲁迅、郁达夫通日文和中文啊，胡适、林语堂通英文啊，张爱玲也通英文啊。那么好不容易啊，这么多年过去了，有一个高行健用法语写作而居然得了诺贝尔奖。可是高行健得奖在中国政府不认，我记得朱镕基就说过他是法国作家吧，这句话很厉害很厉害，你一句给你挡回去啊，一句给你挡回去啊。就像我有时候在大陆胡说八道，你小子拿美国护照，我马上就闷掉。这个英国不，美国还有一位用英语写作的作家啊，大家听说过，叫哈金，我见过他本人，我非常喜欢他，很尊重，一个憨厚的人啊，他文学立场非常清楚，他也得过美国的文学大奖，可是中国政府根本不认也不提。至于国内的写作圈提起他，我见过好几个嗤之以鼻，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啊。这就是中文在中国的低层面，就是学生老百姓和高层面作家那里的一个状况啊。所以母语在母国的状况尚且如此，海外华人、海外的华语情何以堪。可是另一种讯息又告诉我仿佛乐观的一个现象啊，就是雅玄先生告诉我的，他是台湾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诗人啊。他说我们华语写作是全世界各个语种当中罕见的一个现象啊。他说西班牙有流亡作家啊，俄罗斯有流亡作家啊，其他国家葡萄牙或怎么样，这个他举了几个例子啊，都有流亡作家，但是从来不会在一个外国组成自己的俄罗斯写作圈子或者西班牙写作圈子，没有。他说全世界只有华人啊，用华语写作到任何地方啊，温哥华、旧金山啊，更不要说纽约、华盛顿这些地方，一定会有一个小小的或者中型的一个华人作家协会啊。我相信新加坡一定有啊，但是我赶紧要停住，我少谈新加坡呀。但我听了以后，我不知道这是语言的讯息还是民族性的讯息，我不知道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为什么呢？我刚才说了，中国是庞大悠久的一个宗族社会，宗族传统啊，这个术语叫做熟人社会啊，个人要服从家族啊，为了家族可以牺牲个人。中国现代化了，中国人骨子里的一个宗法精神、一个熟人观念一点都没有变化。中国人善于抱团，是一流的群居动物，所以海外有作家的圈子甚至作家协会，在我看来好像不一定是文学的讯息，而是一种
就是群居抱团的方式之一啊。非常抱歉，很可能在座有新加坡作协的成员，哎，我又慌了，哎，因为我自己不是作协，我是单干户，哎。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想没有人能够否定，就是母语啊，不管哪个国家的母语，我不想强调中文，都是我们的庇护所啊，是我们的存在感。语言的困境，不管是文学的、社会的、心理的、精神层面的、情感层面的，啊，这个所有国家、所有人种都有啊。我热爱中文，但我不是国家主义者。在语言问题上，我的体会不是诉诸群体、诉诸国家、诉诸政治，而是诉诸我自己。在自己的手中珍惜中文，珍惜母语，提炼它啊，把母语弄得更精彩，在自己的嘴里，在自己的手下，这样一个一个个人的母语能够提高水准，能够精彩精粹。虽然不可能影响整体的语言状况，但它会是母语的光荣，也是母语的骄傲。这里就要提及我的老师木心先生，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朋友听说过这个名字。哎，谢谢你，哎，不是很多，但是国内也一样，我每次这样的场合大概也就是1%-2%啊，哎，他在前年去世了，84岁。此前他在大陆完全没有名声啊，没有组织，而且没有任何背景，他就是一个人啊。他毕生只有一件武器啊，护身符，就是他的母语写作。他在文革前私下写了22本书啊，有哲学书，有诗，有散文，有小说，有论文等等。文革初全部抄默了，也根本不能发表。然后文革开始后，他被关进监狱啊，他就在狱中，因为那个叫非法囚禁，不是正式的监狱啊，把他关在地下室，还有水渗进来，他就在狱中写作。大家想想看，在那样的年代，你狱中写作如果被发现，罪加一等啊。所以他写完以后，他就缝在棉裤里面，正反面写满啊。他这样写是为谁写？没有为谁写，不可能发表，也不能被看见。他是为自己写，他写的不是政治论文，他也写的不是政治抗议，而是诗、散文啊和随笔啊。他只是为写作而写作啊。他跟母语，他让母语陪他一起玩，在那样绝望的环境当中啊。当他失去尊严、失去安全、几乎失去一切的时候，他靠母语写作活下来啊。他拥有的就只有母语，所以他锤炼这个语言啊。他说他是靠一个字一个字把自己救出来啊。出国以后，他的著作在台湾出版，一时引起轰动啊。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位诗人雅璇亲自击着鼓念他的散文啊，面对台湾很多作家啊。他被称为文学不明飞行物，因为你去查1949年以后所有作家名单，没有木心这两个字啊。79岁的时候，2006年，他终于等到了他的著作在大陆出版啊，这个不明飞行物飞到大陆了，也引起了小范围的惊讶。最让我惊讶的是，许多80后、90后，现在是10后，都喜欢阅读他的书啊。当他过世之前，病重之际，上百位完全不认识的小孩从全国各地赶过来为他送葬，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事情。我就很奇怪，我说你们为什么喜欢木心先生？他说我们读不懂他，但是愿意读，因为我们才知道汉语可以写得这么美啊。所以木心曾经说，他对翻译是绝望的，因为诗无法翻译啊，屈原无法翻译成英文啊，陶渊明无法翻译成法文啊。他说我活在方块字里，然后我也死在方块字里，但是想想我能够和屈原、陶渊明、老子共存亡，我的心也就渐渐平了。他对文字是这样一种态度啊。
那么这是一个中国人对母语的态度，这种态度是文学的啊，美学的，是内心的，是精神的，和诸位在新加坡遭遇到的语言困境一定不一样，但是它指向中文啊，指向汉语，指向我们所有人的母语啊。我是想说，一个言说母语的人可能不在母国，可能恐惧他的母国或者被他的母国迫害，但他的生命却是母语，他靠母语自救，甚至拯救没落的母语啊，这在木心身上是这个样子。他可以用母语调整和祖国的关系，也可能正是凭了母语在内心和母国分离甚至决裂。在木心的个案中，母语的力量大于母国，高于母国。木心说，我是翻了脸的爱国主义者。他回国后临死前曾经偷偷地写道，我是在他的遗稿里头发现的，他说，从中国出发向世界流亡，千山万水天涯海角，一直流亡到祖国故乡。这是我所见过对母国问题的最高见解，非常决绝也非常潇洒。他把自己的母国故乡老家主宰通通看成流亡之地，而陪他战胜流亡的是他的母语。我想说，这不是一个中国人的思维和境界，这不是中国人的思维和境界，而是西方人的人权高于主权的思维，是尼采艺术高于一切的思维。自古以来，故乡、故国、故园是所有中国古典诗人的终极乡愁，可是木心把故国、故园视为流亡之地，但是他用古老优美简练的母语，譬如千山万水，譬如天涯海角，成功表达了他的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他用母语推开他的母国，他背离母国的乡愁，对母语表达敬意。不管新加坡华人面对华语是怎样的情节，我们等会儿可能会说到啊，大家愿意承认，是不是愿意承认一个现代中国人不会说母语是一种屈辱和尴尬，一个现代中国人不会说英语也是一种屈辱和尴尬。诸位都能说母语，都能说英语，比起海外千千万万不懂英语只说母语只会方言的华侨，新加坡华人我想免除了这双重的屈辱和尴尬。我很怕我说错了啊！再者，千千万万海外华侨说着母语，或者无法返回母国，或者不肯回到母国，或者回到母国感到失落，可是我相信在座诸位大部分可能也免除了这种无法回去、不肯回去、回去失落的苦恼。我当过18年侨民，我羡慕在座各位，为诸位骄傲。我羡慕因为大家又会华语又会英语，我骄傲是因为大家仍然在为免除更高层面的屈辱而争夺华语在更高层面的尊严。就是这样子，可以吧？再次以热烈掌声谢谢陈南青先生。陈先生，我对你有个小小的好奇，就是您心目中的母国是哪里？我已经赖不掉了，因为我生在那儿啊，然后我一定会说，我的母国是中国大陆啊。此外，我不太可能，我填表很纠结，因为我必须填 USA， 如果从进关的话，啊，但我不太在乎这些问题。因为我觉得刚才你谈到就是说母语母国这个概念，可是在新加坡来说，因为新加坡的确是，如果你看新加坡的历史，新加坡历史非常的短，所以我自己就纠结说，我们的一个母国理论上应该是新加坡，就是我们是新加坡华人，可是从一个语系上来说，到底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确是各种语言，就是包括中文包括英文，
包括马来语，包括印度语，对吧？那具体来说，就是新加坡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官方语言是英文，可是实际上就是说，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其实我非常，如果我是以华人的身份来说，我应该是母语，就是中文，可是新加坡的，就是以新加坡母国来说，它又不一定是中文，所以我刚才我比较认可你说的，就是说我们其实还是比较分得开的，就是哪一个是在工作上用的一个语言，哪一个是从感情上是比较接近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语言。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这两天至少听过十来位朋友都提到这个困境。对啊，我写作的时候啊，因为我是非常业余的写作，我喜欢一句话叫偏离规范的写作啊，然后同样的意思是怎么说，新加坡的困境和新加坡有意思的地方可能正在这里，就是很多词语无法定义今天新加坡一个华人在语言和身份认同上的一个 confuse， 就这样一个情况，这可能是有意思的地方。因为我在美国遇到很多欧洲来的人，意大利人、法国人、英国人，我非常惊讶你们为什么要到美国来，因为我非常崇拜欧洲啊。他们说我要自杀了，我待的那个国家我烦死了，他们的历史太清楚太悠久，保护得太好，然后完全他说死掉了，这些国家一点意思都没有。所以我非常理解，在一个母语母国母文化清清楚楚的国家，很多人要发疯，他想逃掉一个非常逃到一个非常暧昧的一个新的国家去呀。可是诸位待在这里又有另外一种困扰，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想逃，但又有人可能想逃过来呀。我喜欢这种情况，就是我无法回答，我不要太清楚的情况呀，我从小受的教育太清楚了。挺好，不幸的是我就属于逃过来的那一类人。我出生在北京，然后在广东长大，之后去了美国留学跟工作了7年1年半之前来到了新加坡。我觉得您谈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就是谈到了您的女儿，您说您的女儿只能就是说中文的话讲一些词语，然后读跟写都不是说是特别流利。那么我想就是很多在美国的第二代华人都有一个身份认同的问题。那么我想问的话，就如果不是说，就比如像您女儿的这一代，如果他们对自己身份认同是美国人的话，那么学母语还有没有必要？另外如果真的是学母语的话，对他们自己的在美国的身份认同又会有什么影响？我昨天遇到另外一个问题，也是问我女儿，她说你怎么让你女儿知道中国的历史。我没有教过她历史，但是她读了中学和大学以后，我非常惊讶，她对中国历史的看法比我清楚，比我准确。因为我是文革长大，我几乎没念过书，所以我很佩服美国的教育，它让你了解全世界的情况，然后大致在一个中肯的程度上。然后我女儿是选择了日本，她在日本已经6年了，她在那儿教书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她觉得那儿的现代化和东方的感觉都比美国和中国好，所以她很喜欢日本。好，谢谢。陈老师你好，我心中的母国是中国，因为我16岁的时候从中国来到新加坡，到现在也就是有一段时间了。那我今天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您刚刚在演讲中说到，说您的老师木心，他是流亡过万水千山，然后呢，最后的故乡就是说在他的母语当中找到了，大概是这样，原话我当然不记得了。那对于您来说，你是对这个很有共鸣呢，然后感觉跟你的师父很贴近，还是你的这个平衡点会有不一样的地方？那第二个问题是，等会儿我再念一遍：从祖国出发，流亡，向世界流亡，千山万水，天涯海角，一直流亡到祖国故乡。明白了吗？不是你刚才说的意思。对，刚刚我说的应该是。听您说完了之后心里的一个解读，因为你最后是说到他好像有一点用就是母语然后背离母国的感觉，他可能即使母国对他有一些的压迫，但是他最终寻求到的安慰是在母语当中找到的。所以我就是想问一下，你对母语和母国这当中这个平衡，包括您自己的定位是怎么样的？
我不知道怎么平衡。因为母语和母国就是两个压迫性的词，它是两个有道德性和政治性的词。当有个人在母语和母国问题上要求你回答的时候，这本身是一种政治压迫，真的。真的。在困难的情况下你可以为此丧命或者保下一条命，在平常的情况下你会犯众怒，会。所以我通常不回答母语和母国的问题，所以我真是不明白我怎么会选这个话题跑这儿，就撞枪口上了。这是两个非常压迫人的这个词语，在毛时代结束以后，现在就剩下这两个词语可以来压迫中国人，在大陆是这个样子，我想你还是没有明白我在说什么。谢谢你的问题。我可不可以再问，我其实还有第二个问题，当然这个就跟母语母国无关了。是这些哥们儿还等着。好，您刚刚说到有一个就是国家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他们到了某一个阶段想要进阶到现代的文明，他们就需要在接受现代技术和放弃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当中做一个选择。我是想请问一下，您觉得他一定要是这样一个非常对立的二元的关系吗？有没有可能说他在接受现代技术的过程当中还是保持一点自己的坚持，就像中国发展到现在如果还能够保持一些华夏的风骨在那边。你这样说已经进入当时所有人经历的那个语境，所以我推荐你去看那本书，叫正标题叫世界范围反现代化潮流，副标题是论文化守成主义，是一个美国人写的，一个美国人用中文写的。这本书对我帮助非常大，它让我理解了就是从斯拉夫到俄罗斯到亚洲这100多年来所有悲剧的来源。陈老师您好，我现在是一名学生，然后我在中国待的时间和我在新加坡待的时间是一样长。我有非常多朋友和同学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经历。我非常理解母语和母国给您这一代人带来了许多矛盾、痛苦和误解。可是我想问的问题就是，您是否会觉得母语和母国对我们这一代人所带来的影响会比您那一代人带来的要小，而且带来的这个影响是处于一个逐渐减弱的过程吗？很好，谢谢你，非常好的问题。我早先会以为这个问题在递减，我们深受的一种痛苦可能会在下一代递减，后来我发现痛苦和痛苦，尴尬和尴尬是不可替代的，下一代有下一代的麻烦，你不能等量的去比。我不喜欢一个年纪大的人老是说你们现在多好，我们像你们这个年龄有多痛苦，我不喜欢这个样子，我不喜欢这样的长辈，我也不想我也变成那个样子。我尽可能体谅任何不同代际的人他们深受的一种苦恼或者茫然，尽可能想去了解，我不会这样去比他们比我好多了或怎么样。老师，然后我有一个观点想提供给你，是代表我们可能代表我自己吧，不能代表我这一代人。我成长的过程中，我读《红楼梦》，也读莎士比亚，我听昆曲，也听 Beyonce， 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母语既是中文也是英语，甚至我有可能会学习其他的语言，了解其他的文化，所以在我身上，我有过矛盾，但是矛盾减少，所以我希望您知道说在我们这一辈中可能这些矛盾、痛苦甚至纠结并没有你们那一辈那么深重，所以我个人感觉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好的可能会有一个好的发展、好的未来。这样，谢谢您。非常非常高兴听到你这样说，我也非常希望在座跟你同龄的孩子大致也是这样的感觉，May I ask a question in English? Yes, please, go ahead. Right, okay. I really appreciate Mr. Chen said just now about how this, how, well, first of all, how he likes to talk about
culture and mother tongue with like the individual as the unit and not in terms of nation. Especially the part when he said this discussion of culture and nation came about in the 19th century when Germany felt that it was behind other nations, like the French had their own civilizations and then, well, even the Russians would be speaking French back then. So I think what I feel about maybe Chinese in Singapore is, like, if I think in terms of an individual, I grew up as a Cantonese, learning a lot of words that were actually like a mix between Malay and Cantonese. I did not even know which is which. And if I talk about cultural heritage in Singapore, for example, we have Bukit Brown Cemetery, which is now being threatened by urban development. And there you have people buried there who were like honored by the British, but they also, you know, part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that people don't feel any conflict. So, can I ask for your question? So my question is, what is it about the Chinese in China or Chinese in Singapore that we always seem to be struggling with this crisis in our culture? I think the Japanese and the Koreans don't seem, the South Koreans don't seem to have such a problem. Why do Chinese have this problem? Is it something lacking in the way we think? Okay, this kind of problems really bother you? It doesn't bother me, but it seems to bother a lot of people. How about you? I don't care because I only think about myself. Okay, that's fine. That's fine. So you answer your question. Yeah. Thank you. 林志胜, 马来西亚人, 槟城州。 谢谢，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讲我是马来西亚华人，但是我知道我的母语是华文，我的国语国家的语言是马来语。如果那一个人不会讲马来语还是华语，我可以英语交谈。我要问的是，我们在马来西亚华人，我们很认同我们的母语是华语，所以这个语言可以传承下去。但是在新加坡发现到，第一代 父母亲有可能是跟孩子讲中文，但是在下一代父母亲跟孩子讲英文，是不是代表有可能他们有一个矛盾，他不知道他的母语到底是什么？所以想知道是否一个国家需要确认了他的母语的重要性，他的母语是什么，这个传承才可以传给下一代。谢谢你，你看只要一谈到语言问题，大家都敏感，哎。 你的孩子现在还能说华语吗？我还单身。<笑>哦，你还单身啊？我想等你有了孩子，这个问题可能会更尖锐一些，或者更无所谓一些，啊，就是他会不会说你的语言，然后他对你的父亲是什么态度？他会调整你现在这个问题。我相信是这样。语言问题看起来是个社会问题，其实更大的是家庭问题。在海外的，无论华人也好，华侨也好，我发现，在家里的困扰多于在社会上的困扰。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嗯。谢谢你，你还在单身。 陈老师你好，然后两位陈老师都好。 然后我是从中国来的，刚开始在新加坡念大学，然后现在在新加坡工作。然后我有一个问题是，我记得之前那个有一个作家叫石康，他有一个言论叫，他说中国电影不好，就是近几年中国电影不好，主要是因为中国现在的文学不好。然后我不知道这个跟您想今天聊的这个题目有没有关系，然后。 您对他这种看法是有什么感想或者是意见？我不敢说中国的文学不好，我不敢说中国任何艺术不好。现在人要上来打我的，哎，这个我要是同意他说他不好，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会不好？按我理解看他的说法就是，中国电影不好，可能是因为故事不好看，不是故事不好看，就是编剧的问题，编剧不好就是文学不好。 我说实话，这都是小问题，这都是很局部的问题，是一个大的历史造成这个样子。
是五四造成这样，是1949年造成这样，然后1969年还有1989年，这一切造成今天中国人在表达任何问题的时候都不会好，因为他没有自由，他没有内心的自由，很简单，啊，他不是文学、电影、绘画，所有的问题都是。好，谢谢您。你就看看，很简单，你看看是朝鲜人，一个北韩，一个南韩，就你去看看南韩的电影，最近大家在不在看《来自星星的你》？哎呀，中国根本拍不出来，北韩更拍不出来，非常简单的道理。中国有那么多神话，那么聊斋故事，休想拍出像来自星星的你这样子，然后去迷倒所有亚洲人，不可能。好，我来问问题啊。北京大学有一个教授叫孔庆东啊，那孔庆东他骂香港人，说部分香港人啊说是狗啊，然后他又也骂过新加坡的一个女记者这样，然后在新加坡引起很大的反响，然后那个报纸就口诛笔伐，这样批判他。那这次你来演讲哦，我看到那个主办单位是这样写的，他说陈丹青随性爆出的粗话原来可以如此清澈。我想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文化问题啊，像为什么孔庆东的粗话是引起了愤怒，然后你的粗话呢是很清澈，我想请你谈谈这个话题。谢谢你问题。啊，那么多掌声哦，可能就说明大家也很想知道啊。孔庆东好像我听说他是有过，他是骂香港人是狗是吧？嗯，哦，我觉得每个人说话说出的是他自己，他的嘴脸会说出来，由他去说就是。哎，我姓陈，我画一点画，也看过陈丹青老师一些书，所以对你我是非常崇拜。我现在在这边讲话，其实我在发抖，因为你实在是太厉害了。我这边我也在发抖，刚才。我这个就是看到了一个报道，如果说错了，请新加坡的观众纠正我。这个报道是说我们的敬爱的李光耀先生。他近年来他不太参与这些日常的政治工作，但是呢前一阵子当今的政府想恢复这个方言电台啊，一些恢复一些方言活动了，他说他受不了了，他又跳出来说当年我阻止了这些东西，是被非常多人骂的，那现在如果你再做回这件事呢，就等于是开倒车，把我以前的这个所做的工作都抵消掉。我本身是一个我是福建人，我是我讲话就是南腔北调了，中国人听起来我是非常不准的，新加坡听起来我像是中国人，其实我是福建人啊。那我想请问陈丹青先生，如果有一天你的上海话被中国政府说，哎，我们现在不允许你讲了，不可以，这个你只能讲普通话，请听听你的意见，谢谢。我听说前一阵子，要取消广东方言，当然不是行政命令，然后广东人就上街，这丢了吗？就开始骂。我想，如果有一天遇到行政命令说我不可以。我第一想到的当然就是粗话，就是非常简单，就不好意思在这儿说就是了啊。我学各种方言，第一学会的就是丢那嘛，就是这样。陈老师你好，我来自北京哈。我看了您的身份，有一个是社会观察家，还有公共事务评论家。而我们今天的讲堂的题目也是无界限，我想问您一下，中国的新政府就是新一届领导班的执政已经有一年多了，您可以点评一下您对他们的执政情况的看法，谢谢。我不点评，你要是愿意，你帮我点评一下。我看您一直是收着，就是有些话不太敢说，您的对，这就是新政给我的影响，哎呀。最好闭嘴啊，就这样啊。您觉得比以前是进步还是退步呢？退步，我一直在退步，我在老而且在退步。
就这样。这里这位先生。陈老师您好，我这边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想啊，只是说，因为在您演讲的过程中几次有提到说，有点紧张啊，不敢说啊，我只是想给您提供一点啊多余的一些信息，有关新加坡，让你多有一点了解。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也许在座的人不一定那么同意，只是我想多给您一点信息，免得您在两三天时间里面不能够这么了解这个地方啊。我在这边有6年的时间，一开始我也是一样，也是蛮紧张的，战战兢兢哦，因为不断有人说这边要打鞭子啊，要有人说过马路哦，要罚款啊。其实我生活到第4年多的时候，我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说还是一个蛮人性的一个社会。老百姓基本上都有渠道去发表自己的声音，比如说是大选呐、啊。或者是我公司附近有一个广场，它叫 Speak Call 呢，就是说你有什么话你可以去讲啊，对吗？还有一个例子呢，就是说我喜欢看书啊，我也看过您的书。我在书店的话，非常让我惊讶的就是说，你也可以看到有关新加坡政治的书籍，比如说新加坡的白色风暴啊，流亡人员的一些回忆录啊。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因为您知道现在的什么意思？是提示我的？OK OK， 就说还是一个蛮自由的地方，说明就说当政的人呢，或者是有权力的人呢，他也是他的思想也在改观，所以他也在影响这个社会，也会影响到我，啊，所以可能你有机会更多的了解一些啊，我就分享在这里。谢谢谢谢。谢谢其实我已经非常喜欢新加坡了，我紧张是因为华语这个问题是要审慎对待的问题。但是这个城市太好了，我非常超出我的预想之外，谢谢。陈老师下午好，我是这边的一名学生，就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您刚才说一个国家发展中会遇到一个矛盾，是否选择西化和是否选择保留传统，但是看到在亚洲里面，就说比方说四小龙里面，日本，当日本是一个不在四小龙啊，日本、台湾、韩国，像香港。他们是很在意就是自由经济，就是可以说是西化的比较全面的，但是同时可以看到他们的传统也是保留得很好，比方说像去日本或者是去香港的时候，会发现他们很多对传统保护的，就是至少来说，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比大陆会好很多，然后，所以这就是。和您说的刚才好像有点出入，所以你怎么看？两个问题，第一，我们都不能回到19世纪去了。你去看看照片，19世纪中期中国是什么样子？有照片的，呀，那个时候你会重新想过，就当他们面对洋人的枪炮和现代化，他们是什么感觉？我们今天已经无法体会了。第二，你说的什么四小龙、四大龙，这个情况是后来的情况，就这整个剧情的后半部分。我相信这剧情后半部分最重要的剧情是因为大陆变成社会主义国家，你是大陆来的吗？对，是的。你是90后？90后。OK， 你试着问问你父母在他们成长的时候遇到什么情况，说是如果你祖父母还在的话，然后你再想这个问题。好，谢谢你。第二个问题就是，您接触就是媒体很多，然后就是网络上有很多说法，就是说有的人认为网络本来就是一个供大家发声的地方，众声喧哗，之前他们的那些极端的言论本来在底下就有，只不过是有一个平台让大家发现它，然后还有一个就说法就是说网络是其实是把大家的就是引导大家的言论而更加就是极端化，就是说是网络造成的。一个就是说一种想法就是说本来就有，只不过是网络提供平台。您更偏向于哪种看法？网络，对，网络有时候像天堂，有时候有点像厕所，大家都去吐一口这样子，我不知道。事实上我不太几乎不上网，几乎不上网，我说网络一定是不中肯的。老师你好，我的问题就是说，您觉得在现在这个当下，
中国的文化复兴是应该往回头看，捡起以前丢掉的东西，还是说应该创造出新的东西？我刚才说了，我对牵涉到文化问题，我通常不会诉诸别人，我不会叫大家怎么样，我会对我自己说。比如说您可以现在我尽量把中文写得好一点，把话说得清楚一点。我这两天太紧张了，在新加坡讲我很不满意，就这样。还有反求诸己，大部分问题可以反求诸己，就是对你自己提要求。我不太有资格对别人提要求，你们对中国文化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不是领导。对对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您在追寻一个文化的发展的时候，您在追求的是什么？是我把每一行字写好，就是，我不会想到这是在追寻文化。是语言之美。有可能的话试试看尽量换一个词写写看，就是这样，非常具体。陈老师您好，我是来自中国的，但是我在新加坡工作了10年，我是一位早期教育工作者，是一个老师。我想问的问题是关于教育的问题，当然也牵扯到您的女儿，也是引起我一个好奇。因为我在新加坡教书教了10年，在这边我会接触到大量的本地的华人的家庭，而且越来越多的就是家里面比较富裕的家庭反而在家里说英文。但是呢，李光耀先生也说，在现在推行华语的这种教育政策的时候呢，鼓励越来越多的家长在家里面讲华语。可是新加坡的家长讲华语已经讲不出来了，相当于中国的家长在家里讲英文，也是经历了多少年的英文教育也是不可以。所以我的好奇心是，您在美国，您的女儿也在美国从小长大，那您在美国的时候在家里是否使用母语跟孩子进行交流，来保证孩子对于华语语言的学习呢？真是抱歉，我没有让他去学中文。他会讲吗？他会讲。他跟我吵架的时候，中文讲得蛮好，但是当然，他在英文变成他的第一语言。我跟你说实话，我没有去想过孩子要不要学中文和要不要，我被警告不要告诉大家，因为这样会伤在座的心。就诸位也有孩子，居然你不教你的孩子，中文，因为我觉得我连中文都没有学好啊，我怎么能去教他？再有一个可能是很朴素的，因为太多家长每个星期天要送孩子去学中文，我的很多过激的举动是因为我不喜欢家长，我可怜孩子们一天到晚要上课，所以我见到孩子要学中文，要学在中国的孩子要去学外文，要弹钢琴，要跳舞，这些，所以我差不多无为而生，就把他生出来无为而教，我没有对女儿做过什么，差不多是这样，我其实不喜欢大部分中国家长，中国家长没有学会怎么做家长。我很敬佩欧美先进国家那些家长，他们很理性，他们知道在该对子女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因为中国是一个长期，所有落后国是一个长期自卑的国家，这是一种大规模长时期的自卑，它会在小孩身上体现出来，就希望孩子争气，就孩子长大了又不争气，然后把这个自卑感传染给再下一代，就这样不断地弹钢琴在那里。对不起，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把问题让给下一位，不好意思。是这样，谢谢。我想问一下陈丹青老师，您是否有您的微博？因为我们在微博上读了很多，就是我为何要。我没有微博，抱歉。大家都在做的事情，我会躲开一点。好，谢谢。抱歉。我是从中国来的一名奖学金学生，然后我想问一下陈丹青老师一个关于写作的问题。您刚才说到那个非规范的写作，然后我记得就是木心先生也有提过，像中国的在写作教育这方面就总是会有一个大纲或者是中心思想这样的东西让你必须去完成它。然后以我自己的写作经历来看，就感觉写作像一种翻译，是把你心中想表达的东西通过语言这个媒介然后再传达出去，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个东西是被传达的。
然后我想问，在您心中到底非规范的这个标准是什么？是这样。就是我刚才说的，大家用的方式我都不太喜欢。任何事情只要很多人在说，很多人在做，我就想走开，这是我的脾气，没有办法，改不了。你好，我姓王，来自中国大陆。我想问一下关于英语统一考试，就是推广英语教育的问题。因为我发现在您的演讲里面，您有讲到就是有两个比较矛盾的情况，就是一个就是说需要通过语言来国际化和现代化，包括对于艺术家也是一样，因为他们需要有国际的视野。另一方面呢，您在清华的经历又告诉您，就是很多这方面的措施，就是国家的政策可能是很荒谬的，所以想听一下您个人的见解，谢谢。Yeah, 我的辞职总是被误解，我反对的不是英语，我没有资格反对英语，我反对的是英语统一考试。我反对的是那种考试制度。可是如果要推广语言的话，肯定是要经过一定的措施，因为可能没有更方便的资源来进行这种。我想任何一个国家被一种被迫的原因要学习另一种国家语言，它一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会发生很多事情，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好，谢谢。陈老师你好，我是一名学生，然后我想您是一名画家，今天的话题又是关于文化和写作的或者语言的，我想问问您，就是对绘画跟写作之间的关系怎么看？因为我知道您原来在美国上学的时候也曾经跟随木心老师读过五年的世界文学史，所以我想文学跟绘画之间是有联系的。然后又有现在有很多的作家，比如说木心老师或者高新燕老师，或者是画家，或者他们有很好的绘画功底，所以我想就是就你个人的经历来说，绘画对写作有什么影响或者帮助？我自己说不出来，因为我当我写和画的时候，我画画的时候我会忘记我会写作，然后写的时候我会忘记我会画画，因为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对我来说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就是你得会观看。我正好喜欢的三个作家，一个鲁迅，一个张爱玲，一个木心，他们都很会画画。木心根本就职业画家，张爱玲画得非常好，鲁迅也很喜欢画画，也就是说他们三个都非常会看观看。哎呀，这个我相信对画家和作家都很重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对现代诗怎么看？因为我不知道现在诗应该怎么定义，在我理解来说，就是把一些你想说的话，然后随便的端成几个句子，就变成现代诗了。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我对现代诗、古典诗不感兴趣，我感兴趣是遇到好诗，这样的机会很少。全老师你好，我是新加坡人，那么我是想提问的，就是因为新加坡我们的双语政策嘛。其实就搞了很多年，那么华语就是在我们的政策里面，它就是叫 mother tongue， 就是母语。那么可是就对于新加坡华人，母语还是有待发，就是更应该进步的空间。那么想请问一下，您可否给我们一些建议，如何保持人们对华文华语的一股热忱？才可以就是让学生会更想去学，更想去懂得更多。其实跟我刚才回答那个孩子一样，就天才非常重要。什么呢？你如果遇到一个好的语文老师，一个天才的语文老师，热爱语文，就能讲极了，你就会爱上这个语言。我不知道这个老师在哪里，我相信一定有。而且一个好的老师会让学生爱上那一行，只要他讲得足够精彩。对，谢谢。我当初有碰到一个很好的老师。对，谢谢你。对，希望你也是。谢谢。陈老师你好，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100%的本地人，也是五级布朗的其中一个守护者，我们是志愿的导览员。那么我现在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刚才表示对东京的仰慕。无论是东京或者是首尔，他们也是一个单语系单民族的一个社会，
为什么他们就可以富国强民，而不需要怎么讲呢？不需要有两种语言，比如说日本的复兴，韩国现在的崛起，都是靠单语言的。我无法整体回答你这个问题，但是我女儿告诉我，她现在在日本教了6年的英文。日本人其实很自卑和封闭的一个民族，但是他苦干聪明啊，然后崛起，但现在日本又意识到必须，他不是英语运动，就是要振兴他们的英语教育。我女儿在一个高级公司一对一的教日本人英语，呀，其实小日本其实在偷偷的在拼命学呢。据我知道的情况，呀呀，还有一个情况我告诉你，就是我在美国接触大量的韩国人和日本人，说实话，论语言天分、集体天分，中国人远远好过日本人和韩国人，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贼聪明，这个民族，哎，就是。他受得了语言的折磨，他也受得了各种折磨。我没有见过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么会受折磨，同时还是胜利，就是还是承受下来。所以别担心，你也一定贼聪明啊。第二个问题更简单，你去过五级布朗了吗？啊？你去过五级布朗陵园了吗？哎呦，没有。那希望你有空的时候过去看一看，因为那个地方呢。有很多那些双语双全的那些我们的那个什么以前的那些先驱烈士，对，烈士也好，先驱人物也好，嗯，不过这个地方已经是要被为了开一个高速公路而开路了，我就让他们跟你解释。我听出你的意思来了，啊，你的意思就是说有人为双语运动死过。是这个意思吗？不尽然，我只是想，让大家了解一下，五级布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因为它除了有英文语系的人，也有中文语系，甚至有双语系的人，但是在新加坡整个历史过程里面扮演了一个非常怎么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但是很遗憾的，这个地方呢将要被铲掉了，所以我希望如果你有空的话，来我们走一趟，谢谢你。谢谢你的分享。谢谢你。陈老师你好，我来自北京哈。我看了您的身份，有一个是社会观察家，还有公共事务评论家。而我们今天的讲堂的题目也是无界限，我想问您一下，中国的新政府就是新一届领导班子执政已经有1年多了，您可以点评一下您对他们的执政情况的看法，谢谢。我不点评，你要是愿意，你帮我点评一下。我看您一直是收着，就是有些话不太敢说，您的对，这就是新政给我的影响，哎呀。最好闭嘴啊，就这样啊。您觉得比以前是进步还是退步呢？退步，我一直在退步，啊，我在老而且在退步，呵呵，就这样。OK， 我有问一个特别幼稚的问题，因为我没有看过那个《来自星星的你》，然后我一直以为是个特别幼稚的一个恋爱剧，但是我特别惊讶陈老师这么高的评价，所以我想问一下是为什么。因为我也很幼稚嘛，哎呀，流行的东西只要好看，我都很喜欢看，我非常想回到孩子状态，那您为什么回到少女的状态？那您为什么觉得他就说水平特别高？因为他不涉及政治和其他，你为什么觉得大陆拍不出来？你，那你去看看这个电影，我也很希望在电梯打开，忽然遇到一个女的，然后电梯不动了，我们俩就能讲话。对，所有 fantasy 这个我年轻时候都有，老了都会有，哎，然后这些电影全部给你实现，哎呀，我多么希望遇到一个女的，她活400年，然后我跟她很暧昧，然后缠半天，最后差点就要亲嘴了，结果又有事儿进来，哎，太妙了这个过程，哎，难道你不想吗？谢谢你，我看到你也笑了，谢谢。我们请这里这位发问，有请。先生好。
12年前我因为英文不好，速写不好，然后忙着谈恋爱，没能上了清华，然后现在又跟您见面了。祝贺你没上清华。哎，谢谢谢谢。我现在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新加坡人，我在新加坡生活了12年。当您来到新加坡的时候，您是否觉得这个城市适合让一个艺术家去生存，适合让作家去生存？政府这两年在不停地增大投资，每个学校都有艺术系，然后有新的艺术学院成立，但是新加坡这几年在国际社会上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并不是特别高，这艺术成就包括文学，包括绘画各个方面。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另外一个 我先回答这个问题，就照木心的说法，关键是期待天才。我希望你是那个天才在新加坡呀，真的呀，什么什么学校都有了，设施都有了，其实就在等天才。如果你是，你就能让新加坡光荣，很简单啊。我希望能有这个机会。那这不太像天才说的话。这个我承认，我就是一个凡人，我就是一个在这个艺术公司里面一个最底层的一个设计师。这更不像天才说的话。真抱歉。还有一个问题是，您的老师木心，您认为我觉得他是一位海外遗孤，他的那个作品跟别人都完全的不一样。然后我在读他的文章的时候，就是我真的是看不懂，但是我可能都感觉到那种纯粹的文字的美。然后您认为他在中国的这个文学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您是否想过这个问题？他是木心，就是这样。我不太在乎他是，我不能想象他是作协主席或者副主席，他是木心，就这样子，呀。谢谢老师，谢谢。